色夜带名曲透过傅静华医师吹奏的萨克斯风传达动人旋律。拿起麦克风哼唱一段，同样扣人心弦。还有医师与院内同仁组成的弦乐社表演四重奏。不晓得说医师除了平常忙碌的工作之外啊，竟然还有这样这么好的才华。医生除了在他专业的医疗上面对病人有帮助以外，在这个医院里面，然后看到这样的一个气氛，我觉得真是这些病人的福气。岁末耶诞佳节近，台中慈济医院医师及同仁发挥音乐长才，与大家分享温馨的季节祝福。阿公阿妈就会坐在那边听我们演奏，然后一起跟着哼这样子，我觉得蛮好，这也是一种治疗。把一些哦这种温暖的一个音乐哦给大家哦，那让大家在欣赏的一个时候呢哦，也能够让心灵能够安宁。院内其他单位也发挥巧思，像是复健科就教导患者手绘耶诞卡片，除了帮助手部肌肉复健，也是一份对自己的祝福。大爱新闻张国丹、欧阳光辉、吕荣浩台中报道。